OK， 新游戏，在这边有一款三国的，哇，这是不是跟帝国玩法一样啊？还是有点期待的。哦，看起来是个三国版的帝国。那很像也可以出征的样子吧？你给我们看一下主界面。那全角色也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哎，那怎么没有英雄的图鉴啊？哎对，有没有？最神的关羽都在这里啊！啊，貂蝉是紫色的。大丈夫生居，非但。哇，吕布、诸葛亮。我今为之。高瞻远瞩。哦，他国家好帅。好啦，忍不住了，貂蝉还是看一下好了。难定天下乱世，最重要重点一切都先跟你们讲。啊，那小乔也还没出啊。这不会是刚开的手游、欸？只是。